新人头铁不怕锤，你说见谁就见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斗鱼和吃大腿联合出品的大型主播情感互动类节目主播一起玩，我是主持人小健健。那么今天请到我们现场的主播是哎，你们不要找不到话就问我这个游戏是什么，老子跳起来一拳头打中你们的这个菊花，哎，把诸位的这个菊花给你们打破。快打他呀，我开不了枪，我开不了枪，弟弟。不是，你朝他打呀，你。那我们有请雷哥和苍天哥。好，我先坐这儿。这个主持人是不是对我们有意见？有意见。他那个眼神没看过那么拽的主持人。咱们都重量级的。已经过分了。大家好，我是雷哥，初来乍到哈，你不要再看我了，谢谢。嗨，大家好，我是你们所热爱的英俊的职业玩家。可能你们觉得这个英俊有水分，但是我个人就是这么认为的。你们好，今儿来到我们现场都是重量级嘉宾啊，直接拉高了我们历来节目的平均重量。我们是身材重量级节目，肯定要重量级嘉宾，对吧？你好，苍天哥，我想一般玩魔兽的玩家应该都知道，他们都说你是过气型主播，怎么可能呢？明明是断气型主播。我一直认为自己是超一线网红啊，你看，要不然怎么上这种节目？那二位作为超一线主播啊，那聊最近近况，我想很多粉丝都关心。谁关心这个？我关心。那行吧，有人关心就说吧。近况，近况就是从新做人，争取努力让粉丝不睡觉。然后过来了之后呢，就心变坏了嘛，不让人家睡觉了。不是，就是有一些可能是因为和他的女朋友啊，这个分手了，吵架，自寻短见，无意中进入我的直播间之后呢，当时就死了。当时他就不是死，他当时就被我催眠，挽救了失足少年。怎么说呢？努力好好直播嘛，对吧？服务大众，给大家带来快乐，是吧？一下啊，别！哎，这苍天哥最近怎么样？啊，苍天哥最近，说实话吧，超一线网红的这一个生活肯定是充满秘密的。我希望就是啊，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带来快乐，就像雷哥一样，他不让你们睡，你们可以睡我啊，这个免费，啊，好。哎，两位主播私下关系怎么样？不认识他。我这个第一次见，我说实话从来没看过，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我们节目有个历来的规矩，就先对二位出一些问题来考一下二位的默契程度。好呀 ，OK。对，二位觉得自己默契程度怎么样？用成语来比喻呢？雷哥可以对我脱漆以后我先说，就是这种铁哥们过命的交情。对，我们俩都是一样的。首先是默契环节的规则，我们会在两位主播面前放上答题纸，然后根据小健健提出的选择题写出自己的答案，根据相同答案数量测试两人的默契程度。喜欢一个人打游戏还是一群人打？雷哥平时作风问题我们就不带入这一个。哎呀，我这个作风怎么就扯到这上面了？看姑娘是先看胸还是先看腿？有默契吗？相不相信一见钟情？我信，我信，信啊，信信呐！我们就是一见钟情，最好代表来。菜的玩家和话多的玩家哪个更让你生气？给对方的颜值打分，满分10分，很实诚的。我也很实诚的，我给你打的9分，你呢？我给你打的1分，一分是就是全心全意。不是，我是看你视频长大的。那长得太快了啊！我的视频里没有饲料啊。你有一次见面会，我去了，就是在老李，在北京，粉丝特别多，估计有差不多三个人吧。然后一看，哇，苍天哥，当时我就吐了。苍天哥既是我的偶像啊，就吐了吗？长得又帅，然后也是一个唯一让我吐过的人。然后也是唯一一个没有脸皮的人，也是唯一一个到现在还能断了气都能活着的人，独一无二。虽然是1分，但其实是10分，不能用分来衡量的，这个就已经超脱这个世俗了。对，已经超脱世俗，超越物种。两位除了胖之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共同点了，获得我们节目组默契称号“不共戴天”。好，经过刚才的游戏呢，我们对二位也有初步的了解。那么接下来进行我们真正的高玩话题。我们今天话题就是网红。我们不就是吗？刚才不是说吗？超一线，过气。是因为请到二位，我们才敢进行这个话题，是吧？那是那是。行，那你觉得一个真正的网红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这样子吧，至少
就你英俊的颜值啊，对对，丰满的身材，嗯，敢脱敢露。啊，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展示我的这一个丰满的身姿了，反正我已经摸不去。对，关键就是我觉得至少是要长成我这样吧。哎，重新定义网红，很多人都说啊，网红像直播什么的，就都算泡沫。就这个东西，如果泡沫破碎之后会怎么样？之前的时候啊，哎，那真的是泡沫时代主播的啊，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主播的价位啊，包括主播的人群啊，特别多，价格也特别高啊。那么现在这个泡沫呢，慢慢的其实也就趋于一个合理性，对对对，趋于一个合理性。那么现在其实更多的主播应该带给大家一种积极向上的能量，要给他们带来一种安详的感觉，不好意思，安眠的感觉，安眠，有一种舒服的感觉。咱聊聊就到清明了，这个安详说错了，这看了直播想死，这个不可以啊，就是那种大爷来玩啊，就是啊，主播一起玩啊，就这种感觉，哎，然后慢慢的呢，让他们有一种愉悦的感觉，是吧？这是雷哥的主播之道啊，我的骗钱嘛，都是文娱，有啥骗不骗的？在二位心中，每个人说两个你觉得是网红的人。那我就说我一个朋友吧，好吧？行啊，说我一个朋友，然后说让我给他投个资啊。当时我一想，我说啊，钱少，那后来呢，我就这个给了他300块钱啊，投了个资。那么后来呢，这个我这个朋友呢，我也没管他，我觉得这个人这个脑子吧可能有点问题啊。后来他这个项目就起来了，他自从他这个事儿办成了之后啊，就没再联系过我。就前几天不是说退休吗？要啊，就啊，他要退休了，不想做了啊，就是累了，嗯。那您这个朋友是不是姓马？哎，你怎么知道？那天我撸串看见他了，看见了是吧？我也投了200，他说了，你也投了200啊？那你这时候股份占的少。哎，不行不行。我现在股份占他们公司20%多股份呢，我跟你讲。啊，要牛，啊牛，在飞，吹走了吹走了吹走了，嗯，继续，讨厌啊！真的，这是什么牛啊？你们这公司，你看牛都在天上飞，牛飞什么？这个后期别忘了提个牛出来啊！在你们心目当中，我们把炒作起来的叫做假网红，真正有实力的人叫做真网红。你们觉得观众更喜欢看哪一种呢？没有什么真网红或者假网红、嗯、啊，网红这个词呢，其实怎么说呢？有些人听了刺耳，有些人听着觉得是褒义，就乐意了而已啊。苍、天哥也是，从视频作者到游戏制作者，每一次在不管线下还是线上，还是在做游戏，还是在做主播，都是非常认真的去面对这个事情。嗯，那从来不是玩玩闹闹的啊。很多人就觉得啊，你为什么不弄一些所谓的节目效果啊，或者什么，我就觉得是真正是热爱游戏才来这一个做这一个。听了二位的游戏心态，似乎感慨良多啊。关于我们的话题呢，就聊到这里。下面是我们的游戏环节，我们特意为二位准备了一个十分性感、十分有趣的游戏。二位上演了，有请我们的小郭姐姐。哇哦，嗯，这个游戏挺好。嗯，把这礼品放这儿，我说怎么玩？规则简介：二人轮流蒙眼，根据另一位主播的提示完成各项挑战，攀爬、战斗两种类型的挑战。战斗和攀爬由一人指挥，另一人蒙眼操作完成。两个挑战时间相加，速度快的获胜。Round one, ready go。好，那我们第一局游戏现在开始。好的，雷哥按下一二三。预备，预备，备，往前走一点。哦，好 ，L 一。哦，按住不放，好，松手。你在浪费我的时间。好，继续，等一下，继续按住 L 一，继续按住 L 一。好，一二三，松手。好了，往前跳，直接按住对跑，你左右摇晃，往右现在，往右。好，往右。嗯，往左。往左。好好，左准备啊，擦擦了，擦死了。你在搞些什么东西啊？你这个技术有问题，你还游戏主播，你玩色情游戏吧。好，不是，我看不见呀。按住 L1 不放。好，按住 L1 不放。好，一二三，收。走。OK， 按住 R2 往前走。按住 R2 往前走。啊，对。好，按住 R2 不放啊，一直不放，往右。啊，往右。按住右不放，往左。往左，左不放啊！好，右不放，右不放。好，往左不放，左不放。预备，准备按叉。好，好，成功。然后按住左不放，对，不放，一直左不放。好，好，一直往左擦。
你往左擦，擦，继续擦吗？继续擦，使劲擦吗？使劲，用力，等一下哈，一直按着往，一直按着锁，往前按住不放，往前按住不放，好，一直保持，预备按，擦，成功了 ，OK， 往上按擦，完毕，孺子不可教，朽木不可雕。Ready go！ 好，雷哥请指教。好，向左，向左，向右，向右，向前，向前，向后，向后。OK， 好，可以了。那当然了。听你这个口气，好像又失败了。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还走，好。动啊！别别别！前前跳叉叉。他有韵律了，他有韵律了。对，好，停停，再往再往右一下。再往右一下，好，这个 L 三啊，上下下上上下，你是不是用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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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好意思，那个往右，好，我这个人物角色是，然后往左，他是在遇上危险了吗？我刚才在遇上危险，停，不要动啊，我就行了。我刚才怎么没记住这一个地方？爬这个地方特殊的操作。不是按下推，按一下 L 往前推 L， 往前 L 前插插。Round two, ready go！ 好了，准备了，我们开始了啊！预备，三二一，开始。放放快，一直按，不要停，好的，不要停，不要停。你现在啊，这一个被五个壮汉按在地上啊，好，按错，三脚，哎呀，圆，圆呢？左右键随缘啊，左右键，哎呀，放快，哎呀，对，哎，三脚，哎呀，我怪不得你想干啥，哎呀，放快，哎呦，你被人击中，哎呀，完了，好，往右。还在呀，往后，哎，对，放快，哎，三脚，好，成功，哎，继续，对，不要停，哎，他又抱着了，你要啃，你要脱你裤子，三脚，哎呀，他把你放在地上，裤子掉了，好，放快，哎，对，他又按到你了，把你按在他的裆部啊，三角形，好，放快，现在好累呀，哪里会累？你看看我刚才那个样子啊，哎、好了，三脚，放快，哎，三脚，哎，放快，好，放快，那、哎、能有多快啊？拿出你平时啊。速度！哎呀，快点了！三脚，好的，成功，方块！哎呀，好。本局的胜利者是苍天哥，恭喜！哎，这是胜利者的奖品。我说，拿着，好，可以了，往前，你不能动啊！我腿不能动，你不能动，往上，往左。往左一点，然后把棍儿竖起来一点，往左，往上，往左。哎，不能动啊！你到旁边呢？差一点就捅进去了呀！我自己可以动啊，你不合适吗？你要让小姐姐动，你不能动，你是大爷，现在你要享受，好不好？好了，我们的节目到现在呢，也算是接近尾声了，两位玩的怎么样呢？
非常开心，很开心，但是很累。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请大家关注我们主播一起玩，我们下期再见。什么时候减肥？现在。评价一下对方的长相。没我帅。丑。现在最怕听到观众说什么？墨迹，睡觉。最喜欢听到观众说什么？帅。目前最期待的游戏？大表哥。大表哥二。一句话形容主持人小健姐？帅帅。现场说一个冷笑话。哈哈。从前有个太监。最膨胀的时候做过什么事？就没膨胀过。哎呀。最喜欢的零食是？主食。主食。主食啊，主食，这主食是大零食是吧？